菠蒜到底是吃茎还是吃叶啊？菠蒜当然是吃叶子，叶子又长又绿，吃起来脆香的嘞。哄你个油麦菜，又在这打着我莴笋的名号混淆视听。莴笋自古以来都是吃茎的好吗？营养和精华都在茎部，茎才是最好吃的地方。吃叶，好了好了，吃茎，你俩别吵了，吃叶，大家都是兄弟，吃茎有啥好吵的？谁跟这傻大壮是兄弟？丢人！你说什么？莴笋和油麦菜都属于莴苣种类，你俩只是同属的不同变种，祖上都是一家人。你们都是我的子孙。莴苣分为茎用莴苣和叶用莴苣，莴笋的茎干粗壮，一般只吃茎，属于茎用莴苣，而油麦菜叶片大而多，通常只吃叶子，就属于叶用莴苣。另外，生菜其实也是叶用莴苣的一种，叶子竖着长的叫油麦菜，叶子横着长的叫生菜。哇，原来咱俩还真是兄弟啊。还有一个冷知识，切成条晒干吃的贡菜也是属于茎用莴苣哦。